我已经一年都没有回温州，然后最近老是跟我念叨说想念温州的小吃和早饭，然后我今天起了个大早给他准备了个惊喜。噔噔噔，喂，嗯，我今天给你做的早饭。现在做早饭了吗？对啊。哇塞，两颗早餐。做了什么？土葬粉呀。土葬粉？对啊。哇，好想吃这个，我好久没有吃了。对啊，你不是很久没吃了吗？然后我今天特地给你做。好嘞。哎，客官，你今天想吃点什么？老板给我来碗猪葬粉吧。好嘞，没有问题。你就刚好准备了猪葬粉。好凑巧啊，怎么正好知道我要吃猪葬粉呢？哇哦哇哦，虽然差点意思，但是已经很好了。吃得好不好？老板娘可以去洗碗了吗？不要去，你自己去。行吧，自己去就自己去。虽然说有洗碗机很方便，但每次洗碗我都会放一个 Finish 洗碗凝珠，它有三重洁力，重油污也能洗干净，有效抑菌99%，而且它里面添加了干燥因子和玻璃银漆保护成分，能在减少碗具在清洗中的损伤，全效多能。只要摆好碗筷，把凝珠放进去可以了，特别方便，全机型都能用。老板啊，再给我打包两份。打包两份，你给谁啊？我给我家的保洁和保安。你家保洁和保安又是谁啊？就是你呀、啊。我。对。下次再来啊，客官。谢谢老板，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都是五一放假了，但只有我就是在带我姐家的孩子。等等，我给你找一个，我帮你找一个。你别就是说着说着就眼泪要露出来，你是个男子汉，你恨什么呀？带着娃又把别人带哭了是吧？行行，买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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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，买两个，摆烂是吗？你摆烂了是吗？烂就是将错就错，你现在整一个就是一个将错就错的一个感觉。我给你买的果汁好喝吗？嗯，没喝。那你喝一下。好喝吗？我买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买的。那你还要买那个泡泡机吗？无条件买行。你是不是敲诈我？我惹你是你惹我生气的，我还没哭呢。好吗？你觉得辉哥比较好还是远哥比较好？当然是远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远哥特别的帅。哇，哥哥，那边有小朋友在爬树。啊、哪呢？哇，树上生小孩了。我也想去。你看我爬得高吗？那边有小朋友在唱歌，唱得可好听了，听到吗？这是孤勇者吗？爱你不会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谁敢哭你的伤。远哥，他们在扔沙包。我还要吃呢。却有几天从初见间的温柔了我的心田，喝了那么多我还是喜欢原味，喝了一汤味道真的很绝配，每天都会去泡泡糖的摊位，加杯果汁汽水也不会浪费，因为它本就是一个甜蜜，就是很愿意有美丽旋律。我走在长街中，清晰自场景。